之间，星途艰险，千家灯火相连，嫌烦难辨，几丝谈前吻边，这名句何解，深夜无言，直到看脸，不见故人。都是凡人，一并定罪处死。啊！好嘞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拦我。我敢。孩子，我自会管教。听说恒老啊，为了突破百岁，一直在闭关。今天怎么为了个凡人下山了？两位长老都这么怕他？恒老毕竟是岛上最有威望的老仙，对两位长老啊还有知遇之恩。哦，两位长老面上自然不敢得罪。哎呦，当初也就是他收养，要不这凡人丫头。小辈们的俗事，敬劳恒老出关，怒气伤身，别让这点小事影响了您的休息。他就是你之前提到的那个老神仙？嗯，你爷爷还真挺关心你的，这么大把年纪了还跑下山来救你。哎，我刚刚听岛上的仙人叫你土力。是啊。啊，我也认识一个。恒老，这不合适吧？嗯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他能走，我为什么不能？老实待着，让你乱摸。哎，进去，进去。丽娘，救我！等我。
那凡人可疑，你找机会探探，注意隐蔽。拜见风老。嗯。风老，要不要报告长老会啊？是长老会同意的。召集他们出来呢，不然爷爷对不起。嗯，谢谢爷爷。爷爷，那个，今天您又救了我一命。怎么回事？这个说来话长。他们来多久了？大概四五天吧。你们看起来很熟了。他跟我一样是凡人，我们还是同乡，而且他人也很有趣，这几天给我讲了很多我们凡间的事儿。我之前还一直幻想自己的族群是什么样呢，从没想过自己不用出岛就能见到同根同源的人，也没想到原来真的见到会感觉这么亲切。爷爷，萧吉他也一直没吃东西，我能不能想说什么就说呀。哎，您慢着点，别摔着。爹，您怎么能答应恒老爷子就这么把那丫头领回去呢？我上次跟您说什么来着，这丫头岛外肯定有同伙，被我说中了吧？阴谋，一定是阴谋。夫人这话说的，这岛上谁敢不给恒老面子呢？又不是父亲一个人硬的，那徐家老太太不也没辙吗？这恒老爷子他九十大寿那年，岛上想为他庆祝，他已身体不适惧了，全岛都以为他活不过那年了，谁成想硬硬邦邦又活了十年，成精了吧？蓉儿不得无礼。爹，一碰到恒老的事儿您就伸不开手脚，多少年了，您欠他的恩情也该还完。住口，你懂什么？夫人莫要扯其他，当初恒老当着全岛人的面宣布收养徒弟，还说只要他再试一天，就谁都不准动这丫头一根头发。他是恒老下决心护着的人。恒老护着又怎样？当年的事儿多惨，我可忘不了。可当年岛吏判定他无罪，你就别咄咄逼人了，明年就天熟了，积点德。我咄咄逼人？他可是又招来了一波凡人，后面还不知道会招来啥，咱这屁大点的小岛要热闹喽。我也早有预感，比起岛上那些觊觎权势和资源的望族，图利这个异类才是最难掌控的变数，只是没想到这么快就应验了。凡人登岛是不祥之兆，十年前的祸事皆由图祸导致，若最开始就把凡人都处理掉，也不会惹出那场劫难了。就是，哎，十年前的祸事不都是因为商家吗？商家案发时，屠户已经被放逐很久了呀。爹，您记错了吧？气糊涂了。你倒好，总护着那野丫头，今天更是跟徐家人串通一气。非也非也，父亲息怒。就是的，他养父商震当年把你害得还不够惨吗？浑浑噩噩自闭了一年，你都忘了？阿炫哥差点死在震里，一
抢救了一年多才醒过来，一想起这事儿，我就 你还这么照顾他养女，莫非你看上那丫头了？夫人，这种玩笑开不得。哼，谅你也不至于看上凡人。引凡人登岛足够倒立定他罪了，这么好的机会还不脏咱家的手，今天真是便宜他了啊。徒弟的事可再觅时机，而且他本身并无大害，我们还是先想想查船的事吧。十年前突获登岛本就蹊跷，四亮岛乃天神特化之属地，进出均依神旨，如今凡人再次登岛，背后定暗藏玄机，出海查船也许真能查出什么。这次连一向清高惜命的虚假都这么积极，若真有出岛秘法被他们私藏起来，才是对我们程家更不利的。有道理，真是不能让虚假抢了先，派人跟去看看。是。你真的要把这凡人孩子带回家吗？这么小的孩子，牢穴环境太差了，要不你们带回去？看把你们吓的。我理解你们都有家族压力，无论如何，孩子是无辜的。那我先带他回来，你们也早些回去休息吧。你也觉得不太对劲。是啊，这群凡人来得太蹊跷了，阿正却似乎对凡人毫无防备，但愿别出什么事。我感觉他有事瞒着我们。你上次问我那个星宿镇的事，我记住了，总梦到往事有些恍惚了。又想起十年前的事了。哎，怎么能不想啊？当年的惨烈犹在眼前。都是那些凡人招来的灾祸。我们也有责任，毕竟那本星宿镇的书。够了，夫君不是答应我永不再提起此事吗？万一被人知道了，我们徐家在岛上如何立足？是是，夫人别担心，我就只是跟你提一句罢了，从未对外提及过任何。还是别跟他说程然今天问起星宿镇的事吧，不然他又瞎担心了。夫君今天还是别想那么多了，养足精神，明天才好查船。这眼前又忽然冒出这些凡人，也不知道和商家的事有没有关系。夫人放心，这次查船我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的。
别哭了，出不去出事儿。老大，秦毅的人来了吗？凡人又来了，这次到底是新的机遇还是陷阱呢？绝无贪生怕死之辈。